所以有地方可以拍吗？淘金是都没进屋啊，你一进隧道口，然后等一下他要夹狗链冲出来，要不要拍一张？这是带当，要夹狗链当嘴角啊？啊？不知道，你要问有相机的，哎，问豪大吧。豪大不是说在这边拍合照？你穿来会。你要挤一点，要不然没有啦，只有那一块啦，就是这一块往那个方向拍啦。那不然你这边不可能、啊，这边你要等于把隧道口全部堵死了、啊，你只能在这一块。要堵到隧道口啊！对啊，那个公路局说过啊。本来就是要堵隧道口、啊。堵那一条哎、欸，一句话，全部一句话，麻烦你站这边。没有啦，真的有跟他们说啦。嗯，然后他原本是要拦两条，然后他说一条一条就好了，一条而已。他说给你一条。他说他请他们的人来帮我们弄。那要多久不知道？问题是有去接洽了吗？如果有去的店，在来之前就有跟他说了。没有，如果是现在不知道阿豪是要打电话跟他讲还是怎么样？在那里啊，阿豪在那边啊。太巧吧？咸猪肉，我看差不多。对啊。Yeah.
跑到哪里了？啊，到时候直接趴前面就好了。对啊，那算了，我不要进去。哎，你哥！OK， 那就着装了，我们要下山到北回归线了。今天不堵了。